見過面㗎啦。究竟你自己心目中最喜歡哪一位呢？投選句我最喜愛的神魔武特，如果未投票的朋友快點上網投票啦。記住每一位投票的朋友，我們都會送回五粒的魔法石給他的。確實每一位的造型都非常之吸引的，投票方面大家可能要落多一點眼力啦，揀選一位自己最喜歡的啦。每一次的 Fashion Show 我都會留下其中幾個屬性的組別在台上面的，除了可以給一些機會大家見過耐一點之外，亦都會給個麥克風自我介紹一下，大家可以聽他們的聲音。咁另外咧，亦都會進行一個抽卡形式嘅，睇下邊兩位嘅幸運 model 咧可以留低同現場嘅朋友一齊打下機咁話嘅。今日見到咧好多現場嘅朋友咧喺我哋嘅觀眾區域嗰度啊，係啦，好多人揮緊手嗰啲，全部咧都係觀眾區域嗰度嘅。咁就睇下邊啲幸運朋友可以上到嚟咯喎。之前咧我哋第一場 fashion show 咧就留低光組同暗組啦，今次啦輪到係另外嗰三組啦，水火同埋木組嗰啲朋友要留低。哇，係啊，自己中意嗰個留低咗係嘛，但係咧都仲要抽卡嘅話，睇下咧佢哋會留低喺度嗰個。好，現在有請水火木組留在台上，其他的可以休息一下，謝謝。请你们可以往前走到这里。好啦，咁嚟到呢度咧，咁我会交个麦俾佢哋介绍下自己咧。头先咧嗰一组咧，之前啊光同暗组咧，有啲广东话已经好犀利噶啦。基本上咧，大部分嘅介绍咧都系用广东话嘅。咁睇下佢哋咧，今次啲广东话又去到边？第五日啦噃，会唔会仲记得咧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九号的红玲，希望就是你们可以投一票给我。好，同埋十
七號，兩位就留低可以打機嘅。呢兩位比較少出現啦，咁睇下佢哋打機嘅功架又去到邊度啦。接下來請11號還有17號你們在台上其他的可以休息一下，謝謝你們。好了，誰想上來打機？有沒有女士想上來打機啊？是不是真的有女仔的後面？咦，有個女仔舉了手機，人是人家的手來的。有沒有女仔啊？全部都是男士喎。有沒有那些好靚仔嗰啲啊？哇，啲手仲多添，問錯咗啲題，啲題唔問啦咁樣。不如叫佢哋揀啦，好唔好啊？叫佢哋揀最覺得最中意嗰個啦。你們算好不好？算，因為你最喜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17號木妹。那現場有喜歡木妹的朋友嗎？欸，好像沒有。蓝色衣服的，对，对，不起。好望甜喎，係我啊，係咪唔想上嚟啊？呢個是這個啦，啊呢個呢個呢邊呢個 ，OK。好，同你傾下偈先。嗱，佢又揀你出嚟啦。咁當然覺得你除咗名仔之外，有啲嘢嘅。你叫咩名啊？係我叫 Andy。咁啊，玩咗神魔幾耐咧？幾個月啦。幾個月啊？咁啊，去到幾多呢啊？180嘅。哦，好快喎！勁。打啲升級上關啊，淨係。好啦，嗱，幾個月啫，180幾噶啦。有些你知不知道打了我想差不多成年那些都是跟你差不多的。好了，我們 Andy 這邊會是什麼名字呢？東阿東，阿東玩了多久？400多人過一年了。那你多少人？168呢？哦，168對180差不多而已，不要緊。但你打了成年，應該經驗就豐富一點點了。有沒有信心？有，沒問題吧。那不如這樣，我們叫一位老師出來先。老師是，大家好。大家好啊。這位老師你好。Hello。剛才我想你大家都見到那個神魔學堂，有些人在瘋狂地想上來打機。是啊。我想我們這裡高手林立在下面。是啊，最後一天仲要是。是啊，很瘋狂地。今次這兩位呢，又看看他們的功力究竟是怎樣。因為呢，他們呢有一位就玩了幾個月而已。是幾個月。幾個月就180呢。仲是幾個月而已。有些人玩了成年都是。是啊，我都剛才說過不是掛鴨，他不信我。很厲害啊。這邊這個呢就年紀啦。170多，即大家的實力都應該差不多了。應該差不多了，應該。那不如這樣，我們叫他們去了各就各位先，因為我們有段片給大家看，看看一會兒他們打個關卡，順便叫威倫老師介紹一下先。好啊好啊，那我這裡順便幫他們準備進入去啊。就老師準備一下他們的電話之餘，大家同時間也要訪問我們的電視。下一檔